看完这一半，你就知道我那天拿了多少糖。真的呀，九龙冰室，碗仔翅。上个视频我还没讲，有观众已经认出来了，感谢您的细心。那天我没有去拿很多糖啊，没有穿外套，好冷啊，所以呢，后来就进来偷懒了，不去拿糖了。坐在这里，九龙冰室，吃我好想念的一碗汤，温暖着。这套餐又很多天没吃了，太喜欢了，好吃，便宜。新的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说什么，那我就讲一下吧。这个九龙冰室在86街24大道左右，它有3点到6点的特价套餐，可以说下午茶吧，就是小吃啦。花了7块钱一碗汤，还有鸡翅膀，还有热狗，这3样东西算在一起就是7块一套。然后还有税啊、小费啊，差不多10块吧。那再没有很饿，或者很饿了，但是过一会儿没有很久的时候吃晚餐，那我就会中间吃这个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最近虎一留言就不好意思啦。会比较拖这回，因为呢，我已经买了机票，然后也没有多少天就离开纽约了，那我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下，然后最近的更新也是没有很准时啦。我在九龙冰室吃完之后，也顺手了，拿了一包糖。他们放在那里，我就这样子拿了我最喜欢的，就是你们看到我所拿的糖里面，这一包比较喜欢。后来还是游走了好一会儿了。如果不是很冷的话，可能我会走远一点。这个舞狮，我想进去就还好了，直接转弯出来应该是有点难度吧。他们还需要有人帮忙拿糖吧，不然后面那个他也伸手拿不了糖。我就看热闹一下了。这是上次后段了，我印象中是没有放上去给你们看。他这个倒退出去也不容易啊。然后来到麦当劳，看到是老外发糖，我比较好意思。我家里有这个小篮子，我没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有想过自己要伸手取糖嘛，我当时只是想着去拍视频而已嘛。儿童节，
一直走下去。你们猜我到底有没有遇到被拒绝？如果有，有啦，你猜几次？不过后来想想，他们给这包好像不太好吧，都是中文，有很多都是老外小朋友，拿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而且我猜小朋友不会很喜欢吃吧，应该是尤其是那种两三岁的怎么吃这个。回头的时候这个店里面的东西也不多了，上个视频没有拍好这是什么新开的店，其实它原来也是卖这一类的，有点面包然后卖烧腊，以前也在这里买过肠粉，不过这次就没想吃了，因为都快没了嘛，最后的时候也不买了，前面买的比较好。最近我的流量比较差，记得给我点赞，这样会多一点帮助我被油滚，我的影片被推送。我上一个视频其实在那个披萨店门口那个小男生，他本来开始也没有想给我，后来我硬要他给他才给我。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会遇到被拒绝，但我心里感觉是拒绝我的应该都是女人，所以我看到男生的时候比较大胆一点，比较不会不好意思。Thank you. 高美啊，高美啊，高美，高美啊。No, baby. Okay. 他说只给 baby， 还好公司没有要我提前一个月或者两个礼拜以上，如果没有提前请假的话挺危险的，买了机票不放了怎么办？ Where's the kids? Okay. 又不给啊，真是的，被拒绝了两次半吧，第一次是我争取回来，他先拒绝嘛，那个披萨店的，然后那个女的呢，在这一单。然后把工作的事情安排好，又很急的联络朋友了。那突然回去也不算突然啊，有提过但后来又想又不想去，在我好像放弃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去，这个过程中间就比较忙了，下次等我平静下来再好好纪律啊，再好好啊，实在太复杂那个心情很复杂，不知道怎么好好，因为现在也快十分钟了，那我也说不完，大概就把这个考堂的下半集上传，也跟你们讲一下，准备出发。然后我是这几天也是忙着安排我妈妈是她的事情。班的好调动也知道，也要知道别人哪一天有空，然后要对时间啦。还有一件事就又是跟回去一样犹豫不决了好一段时间，因为太多人说那个 iPhone 15 Pro Max 很烫手，然后难道我又要整16吗？其实我去年已经想买 14 了，
那个时候又说十四不好，还不如十三，然后呢现在十五又说很烫手，等不及了，因为我的手机以前买的，那时候没有拍视频，他那个我买的只是六十四，我每天要使劲的删除东西，好累，我要买空间大一点的，好一点的啦，不用我上传影片老半天也没上来，我不知道跟手机太旧有没有关系，正常来说跟那个网速有关系吧，但如果手机那个容量太少的话，长出也花时间多一点吧。Anyway， 我好久没换手机了，那个旧的手机电池不太好，可是也不是借口啊，电池可以换一个新的。总的来说啦，还是为了以后可以到旅游片的时候拍多一些，以后给你们看的视频都是质量好一点了，就是高清的，别跑了 4K 很久了，我一直以来都是用 1080p 基本的，如果问我去哪里就是回亚洲了，那回亚洲的话少不了香港、马来西亚、台湾、泰国、越南，还有什么地方？我来的机器那么多，所以呢，又要再想清楚。我这次买机票回去，不像以前是提前一个月准备的，这次没有的。几乎算是说突然决定了想走就走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这么多，感谢您的陪伴。